快点还我香蕉！快点还我香蕉！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频道，我是老头，今天继续玩我们的野兽战争模拟器。啊，我们已经过到第十二关了，好，我们还有多少啊？还有十八关没有过，没关系，今天呢可能就可以把它玩完了，或是分两集做。啊，我们就把这个系列给完结吧，把它完结之后，我们就玩别的游戏了。好不好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来第十三关哈。第十三关看起来又是一个足球的游戏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而且那三角龙怎么那么可爱啊？算了，不管了，直接开始。又是要打足球，这次有守门员，我有办法直接过吗？感觉有点不太可能的样子。感觉那个霸王龙在那个门守门前面，感觉就很硬的样子。靠，敌人也太多了吧？这样子 OK 吗？那给我六千块，给我六千块，要我做这些事情。当然啊，我们要来一只霸王龙守门嘛，他会不会往前冲啊？我是不知道啦。欸，还可以改血量哦，改血量会不会加钱？欸，不能改。这个非沙盒模式不能改血量。异想天开，完了，我们只能以量取胜了，是吧？以量取胜时间。全部把它拉过来，欸，有什么不行？有数量限制，欸，居然有数量限制，欸，这边写50，好吧，最多就50只是吧？来，不要不啰嗦，我们叫我们的迅猛，哦，我们直接叫附身在我们迅猛龙身上，好，欸，不行，我们还有2900，我们要妥善运用，这样不妥，来，我们还可以放五只嘛，2000。三角龙再放三只好了，啊，然后剩下两只的话，我们要把它用干净啊，这样子只能再放两个，不够哎，欸。我们这边也可以放啊，为什么一定要放恐龙呢？真的是有没有70块的？欸，没有，只有两个，两只熊啊，没了，好吧。好，我们试试看哦，我们附身在三角龙身上，不要附身在熊身上好了，杀！要爆你们！用我的屁屁攻击！欸，踢球啦，不是要咬啦！欸，连霸王龙奇怪，欸，那不真是霸王龙还是南方啊？欸，我们赢了，欸！哈哈，耶！什么事都没做啊，我少了一只脚。好，第二回合，冲啊！我们的球过去了 ，Oh my god！ 哦，我们的霸王龙太强了。直接把他推开，欸，大家在追着球，欸，啊，我在干嘛？壁虎漫步 ，you， 欸，球回来啊，欸，球回来，不要进去，快点，弹过来 ，nice， go， 我用我的滑步攻击，啊，不是滑步前进法，滑步前进法，啊，我要死了。啊！到底在干嘛？哦，我死掉了。啊，我球在哪里啊？欸，在这里，赢了 ，nice！ 啊，大胜利！嘿，欸，超好玩的。啊，我玩到三角龙身上。你有比我硬吗？欸，你有屁屁攻击，攻击你，咬死你，啊，就没有别的攻击了啊。不要！这走路也太慢了吧！我撞，欸，超好玩，哈哈哈！啊，那黑色的，欸，赢了，哇，我超强，直接三连胜，嫩。好啦，我觉得我没什么贡献啦，我就只是在那边花拳绣腿而已。啊，这怎样？竞技场三只猿人是怎么回事？三只金刚。欸，那我们也可以叫金刚一起来啊，大比拼是怎样？人体炼成阵吗？啊，等价交换原理。欸，真的，啊，全部都是星星，欸，人体炼成阵，他给3000块。看一下人体炼成阵，那我们也这长颈鹿，抱歉。嗯，欸，金刚是哪一个啊？我看一下英文字哦，应该是这个吧？欸。欸，怎么都不是？动物，
就大象嘛 ，elephant。哎、欸、啊，没有金刚啊、哦，金刚的英文缩写不是那个吗 ？G 开头的吗？对啊 ，G O R， 啊这里怎么没有 G O R？ 啊，难道说金刚是隐藏人物吗？不可能啊！没关系，我们都试试看好了，找一下金刚位置在哪里。我来找一下哈、哦，这个吗？不是，这个是牛啊。这什么东西？拼骨，这是企鹅。他不给金刚哎、欸，这里都没有。这是企鹅，拼骨嘛？对啊 ，penguin 啊，山羊 dog 啊，然后这是野猪，野猪啊，跳鼠。来，不然就来个跳鼠大战争好了。跳鼠大战争，好，三十只啊，只能放在里面了，好吧，三十只啊，然后剩下的二十只的话呢，我看可以放点什么，不要长颈鹿好了，我们大象两只，有梦游，还有一个350的，啊，我们350的没有，只有125，犀牛啊，河马啊，有几百块。几百块的这是什么啊？贝尔 ，Go！ 我是大象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那个攻击，哎呀，那攻击好好笑哦，手背那边晃哎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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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，我们全部都死光了。哎，看看这个攻击，你看这金刚，我靠！哦哦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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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喂哎呦喂，哎呦是哦哦是哦，安尼哦。安尼就派呢哦，割草机哦，哇头不见了，哇我输了 ，Oh my god， 这根本是新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东西啊？那个叫什么来着了？星球新那个什么星绝地星球还是星球崛起啊？啊忘记叫什么星了啊，管他的算了，我们现在1600嘛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架这个炮台好了，啊。来，不错 ，Go， 快点攻击！有！哇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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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哦！不行！Oh my god！ 星球崛起，根本是破坏狂，我又输了。这个也太难了吧！不然这样子好了啦，直接装武器在你们身上好啦，对不对？直接装武器在你们身上，好亏哦，我觉得好亏哦。好 ，Go， 上，连火都还没喷就挂了，是怎样？哇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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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局输了，我放弃，这局不行，我觉得不行。我觉得不行啊，怎么办？这个有点难打、欸。我现在终于体验到卡关的感觉是什么了。好吧，那我们来召唤一下一只霸王龙。霸王龙放哪里啊？放这里好了。然后没有钱了。好 ，Go！ 又是马赛回旋了。你行的。哇！咬攻击力有够高哦，咬一次一只，用恐龙系的还比较强哎。你看看看，哈哈哈哈哈！哇哇哇哇哇哇哇啊，输了，好吧，我们又输了，我们又陨落了。那袋鼠不要，袋鼠真的弱爆了。我觉得我们全部都用霸王龙跟这个。应该就很强了，啊、哦，这些动物呢都可以滚了，来，完了没有钱了，好，我们要雷龙哥嘛，没差，雷龙 ，Go， 哇哦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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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我觉得我们雷龙要死了，应该是晚龙不是雷龙啊，我们晚龙要死了，哎、欸，没有哦，很难讲哦，你看 keep on， 快点还我香蕉。
快点还我香蕉！居然就输了，雷龙又死了，啊，婉容又死了，对不起，讲错了，呵呵。啊，这样子好麻烦哦，不然这样好了，霸王龙弄掉，我们帮他安上一些强力的装备好了，好不好？就用这只来赌了啦。啊，好高哦，啊，没得选择，来，然后。有没有300块？300块能做什么？好，那很简单啦、啊，就这什么？这个是义齿哦。好，好了，可以了 ，Go！ 哇，这样就更强啦、啊！哇哇哇哇！我要吃香蕉！啊，给我香蕉！哇，全部都要婉容给香蕉有没有？给我香蕉！我又死了，我的天啊！不好胜啊！怎么可以这么难啊？啊！怎么可以这么难啊？我光这一关就卡很久嘞、欸！我还以为异想天开，今天可以进度超前的说，就没想到这么的困难，寂寞寂寞的困难。不然这样好了，两只霸王龙嘛，哎、欸、不够啊，这样霸王龙只能一只，两只这个好了，剩下给他按装备在上面，啊。来来来，哇，没有钱啊，没有钱，剩600块了啦。没有了，试试看好了，不管了。公鸡，你在喷哪里啊？哇哇哇哇，我被弹起来了！啊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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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唰，又去了。天啊，表示难过。好啦，不然就，哎、欸，三角龙比较大只、欸，哎、欸，没有，看错了。不然就这个嘛，超级婉容哥，然后给他按一个200块的，嗨，喷死他们！啊！哇，要死了！啊！我直接爆头，干怕没赢啊！啊，迅猛龙了，迅猛龙了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一只40块嘛，好不好？那我们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啊，10只就好了。那我们就给他用个雷射好了，感觉雷射比较强。没有钱了啦，剩200块，随便弄一只 ，Go！ 射死他们，射死他们！去！啪啪啪啪啪！哇，要挂了。太难了，我错了，各位，行不通的。啊，真的吗？这个真的很烂，真的超烂的。用这个好了啦，两座这个，啊，然后再一座这个 ，Go， 嘣，哇，一直不见，嘣，啊！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卡，怎么难？4只这个，然后一只霸王龙。霸王龙，霸王龙，你要放哪里？霸王龙放这里好了。然后剩下的话呢，就小小美格龙好了。Go！ 冲啊！这个异齿龙超凶！哦，头又不见了。哎呦，丢嘞！超级跳蛋，跳成这样子，撑住啊！我们要赢啊！有吗？有吗？有机会赢吗？有机会？不行，那边还有3只，完了，撑不住了！啊，不行啊！赢了！啊，我赢了！哎、欸，还没，还有2只！啊，要输了！加油啊！哦，我居然赢还是输了 ！Yes！ 看，我终于赢了，这怎么难玩啊？我们还是玩到。15关就结束了，好不好？第15关是什么啦？啊，装上装备的霸王龙是吧？觉得这应该比较简单一点嘞、欸。有啦，这应该比较简单吧？就放一只炸弹兵冲过去就好啦，对不对？我们可能这边弄一群，是吧？哦，然后呢？炸弹兵，哎、欸，是炸弹吗？不是，这是炮台。炸弹是哪一个啊？哎、欸，
没有炸弹了。我记得可以把炸弹安在他们身上啊。还是说那个功能被拿掉了？哎，这那个炸弹功能超强的，哎，怎么现在没了？我记得这上面显示一个泵啊，啊，是这一关不禁止使用泵是不是？不能这样啊，这样不 U 啊，你这样不 U 啊，好吧，算了。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应该也是赢得了啦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赢得了啦。哎，靠，我说按错什么、啊？算不管了。啊，没钱了是吧？啊，弄错了，这个是架着的，我要把它们架在身上。对，这样子是500块。好了，可以了 ，Go Fire！ 我就不相信你不死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攻击啊！幸存者，发炮啊！完了要死了。哎呀，这是干嘛？我不要，我要回家。我不要，我要回家。我摸自己小鸡鸡啊！我不要，我想回家。You lose， 干老师，输三小。我觉得这小子也没有什么用了。好了，我们全部都投资在大智的身上好了。嗯，雷射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不是要装吗？要不要装？哎、欸，这刚这装过了，靠背啊，这个啦，好了，还差多少？哦哦，有有有，刚好嘛，这样赢定了啊，三打一哎 ，Go Go Go！ 我就不相信会输，哎、欸，赢了，有没有？啊啊啊！清洁溜溜，是不是？超级清洁溜溜啊！啊，第16关。恐龙战队，又是个恐龙战队的概念了。我们只有5000块可以花，然后能用的种类只有这些，还故意给你限制，有没有？这个没什么杀伤力、欸，这应该是防比较高吧，一次500哦。那我们来个5支好了，5×5=25嘛，哎，全部都装机枪，哦，刚好零元，上。攻击！啊！哇！我喜欢！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哇！这杀伤力极强哎！不是我要讲，我死掉了。哎、欸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这边还有一只。直接爆！不行，我觉得我应该有办法赢。先射！我甩！哇！这个尾巴超强的啦！我甩，甩，我快死了啊！又输了，难呢。那我们只能做取舍了。咱们拿掉三只啊，然后三角龙感觉很弱，我们要一只雷龙，1200啊，雷龙给他去，就给他装个这个好，这个真的蛮强的，我觉得。好，再给他装个这个啊，这个800块。雷射啊，安上去啊！你投那么高干什么？我们这次再装一个雷射好了。Go！ 我靠，怎么弹起来了？冲啊！等！哇！哇！No！ 摔死你！告诉你，我的那个后面那颗蛋啊，可是经过千年的训练啊，强到一个不行，好死了！我要是谁？哇，狙了，爆成这样子，我不甘心啊！操妈，打爆你们！哎、欸，真正强的其实是前面那一只啊，强的是那个异齿龙啊，那异齿龙真的超级强，不是我要讲啊。好吧，我们舍弃这一只好了，有没有异齿龙可以召唤？不行，做剑龙啊，三角龙吗？没钱了、欸。坦伤害是吧？坦伤害，交给你，我敲死你们！不行啊！哎，我知道了，位置要兑换一下，这个雷龙不能放这里。来来来，
这个需要有人对付啦。需要有人对付的情况之下呢，这边两只先发好了，先发，两只先发先上去，然后装个火焰枪好了。好，就这样，然后再一只雷龙，雷龙对抗这前面这几只小只的。然后呢，一样是机枪先，给他机枪。好，我们还剩多少？再弄一个500块好了，太高了。不是要用错字了，管他了，攻击，先把这个弄死再说。拜托，这个真的很强。哎呦呀，先发制人，先发制人，先发制人，弄死你们！太好了，这局赢了，这局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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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脱了，脱了。还说我们嫩，你们才嫩！打我干嘛啊？跟我有仇是不是？好啦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先玩到这里好不好？真的有点难过哎，可是我有点想玩这个彩虹河马。好啦，我们来玩最后一个彩虹河马好了啦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当最后一个结尾。彩虹河马，这干嘛？这是干嘛？对呀，这是怎样啊？有颜色区别吗？这是丁丁吗？这是拉拉吗？这迪西吗？啊，小波咧，天津宝宝啊，妈你好不？我们终于可以用，我们终于可以用 King Kong 了。这时候当然是用 King Kong 啊，不用讲啦，2000块啊，这不用讲啊，用这个绝对赢啊，对不对？哇！哇哇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河马是怎样强化版的？香蕉抢不赢这样子 ？Oh my god！ 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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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输了！太大意了，太大意了！我的天啊，怎么可以那么夸张？这个很烂。我觉得我真心觉得那异齿龙真的很强异齿龙在哪里啊？啊，这个，不是这个，这个其实也蛮强的。异齿龙都不见了，这个吗？不是，这是异手，也不是这个。怎么没有异齿龙 ？F 开头嘛？对对对，这个很强，这个真的是有强到，但是好像不太妥。算了，随便弄了，用堆叠的方式过也是可以啊。攻击，咬死你，咬死你，咬死你！哦，咬掉，咬掉，咬掉了！爽啊！生七七，生七七！真的好强哦，异齿龙，异齿龙真的很强，不是我要讲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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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胜利！哇，超好玩的我们还有大概13关要过啊，我们还有13关要过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啦。那个一样啊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一样记得左下角按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你喜欢这款游戏，好不好？就是喜欢按下去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帮老头增加一点曝光率啊。如果你都不按喜欢啊，这样子老头做的也没意义吧，对不对？啊，一样嘛，就大大的喜欢按下去，让他破千以上，最起码破千嘛，好不好？那一样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外下方留言出你的看法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野兽战争模拟器再见了，拜拜。